这个笔没有了，写字的笔没有了，三个熊，嗨，梦涵，嗨，酒吧要很任性，四个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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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我这招，春风吹，战鼓擂，我邹子衿怕过谁？是吧？战鼓擂，当你孤单，你为啥？出战鼓擂的话，是不是代表就是还是赚了的？欢迎杨洋。你想，我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。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我还要再充，一会儿再充一会儿电。谢我这儿，欢迎987。这一会儿再充会儿电吧。20%，20%多，20%多的话，估计45分钟播不完，播不到。欢迎红尘哥，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都想起嘴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欢迎兜，你认识啊？啊，兜里有谁？兜里有谁？你认识我们家郑州吗？你认识这个太浩哥吗？红烧肉都不喝8+1，你要喝8+1吗？我最近真的不能喝，我最近肚子不舒服，肠胃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个红烧肉有点不太够烂，要再烂一点点会更好吃。但是味道真的是绝了，颜色还是味道都绝了，真的。我们下次重新烧，可以让它更烂一点，好吧？兜里有屎，他不认，他不搭理你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刚同胞。你认识啊？他好像的，兜里有糖，搭理你都还不够了。他兜里有屎，这是你在别人那里认识的吗？他来过我这，来了好几次，但是都没有说话。他来过我这里好几次，就没有说，因为他的。